作为一个新进的艺术家，跟艺术家们混了这些日子的感觉是，嘴子也讲白贼，嘴气袂呢。还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，能够选择的就不叫爱了。原来这就是所谓的纯情。旅行歌手陈升与导演李喜源、艺术家吴天庄首次合作舞台剧《纯情天妇罗》，共谱恋曲。天妇罗其实就是升哥主演的男主角，然后在网络上 po 要卖一个金属的假牙，每一段的爱情故事都跟这个假牙有关系，就讲了他生命当中的三个最重要的一个人。陈升首次饰演舞台剧，剖析自己的人生爱情观。我虽然看起来很邋遢，但是我觉得我老婆还挺爱我。我也从一而终，我觉得我这辈子没有什么意外了。嗯，我们不聪明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某种智慧。异想世界与纯情天妇罗告诉你关于金属假牙的爱情故事。7月28号下午5点半，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